牙。那希望等一下听到唱名的志工伙伴们尽数就我们的受奖位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进行第一阶段文化及优良志工表扬的。是，首先念到名字的，请尽数上台。基隆社大蔡桂英，士林社大廖永忠，南港社大李云英，万华社大黄林慧，大同社大白瑞欣，松山社大李台珍，松山社大江清静，大安社大何成汉，北投社大林在贤，内湖社大韩淑华，永和社大吴文模，新庄社大卢玉荣，崇光社大游凤苑，淡水社大陈丽英，山阴社大韦燕焕，中立社大林安培，八德社大邱垂正。好，我们现在用热情的掌声邀请我们的吕玉玲吕委员上台为我们颁奖，欢迎吕委员。志工顶呱呱，好不好？
工，全家志工哦。所以社会的进步与环境的清洁，都必须要靠我们劳苦功高的志工伙伴们。我们请立伟再跟我们大家来团体发当下，来，我们再一次来冬瓜、西瓜、哈密瓜、志工品瓜瓜。好，请我们立伟留步哈。我们会邀请陈专员来为我们颁奖哦。好，第四梯次优良职工，领导你说，班长做到，棒棒棒。好，我们再一次来给我们的热情的职工们，可以给他们的爱的金箍棒，来跟我一起念哈、哦。冰棒、球棒，你最棒。好，再一次给我们爱的金箍棒来一备去，球棒。冰棒、球棒，你最棒！对，真的要感谢我们在座的志工伙伴们哦。那我常常看到的志工伙伴们早早就到社大来帮忙，他们连中餐都没有吃就来社大来哈。我是希望呢，我们在社大有限的人力之下呢，那我们的志工伙伴在无私的奉献当中，自己的时间拨冗出来到社大来做服务。所以因为有您的付出，所以我们社区大学呢越来越蓬勃的发展。我们的志工伙伴在各地在帮我们宣传社区大学，他们也透过课程的学习跟共同的分享，在这块园地大家共同成长，共同茁壮。所以在这边我们再一次的谢谢我们的志工伙伴们辛苦的付出，也谢谢陈专委把我们社区大学介绍到全世界，真的很不容易，让全世界都看见我们台湾的社区大学。请陈专委在中间，我们不一拍照哈，我们请专委配合。好，感谢我们专委，我们再一次给他们这个爱的金箍棒好不好？来，预备起，冰棒、球棒、金箍棒，你最棒！好，谢谢。好，陈专委请留步哦，我们继续颁发第五批次优良志工。基隆社大余唐莹、陈碧桃、郑玫瑰、陈如纯、石炳南；北投社大刘明玲、林怡彤、翁维敏、徐德明、潘淑华；淡水社大谢昭元、江敏华；山重社大张明祥、林月瑜、张荣。我们继续邀请我们的陈专委为我们颁奖。是的，台下的志工伙伴们，拿出你的热情，给他们最热烈的掌声，好吗？我们给他们一个爱的鼓励加充鞭炮，好不好？来，爱的鼓励，预备备，起！咻！当然也需要我们大家给予他们勉励啊，跟鼓励啊，在我们这个志工的路上呢，大家不断的扶持，也在这个船上呢，大家共同的领航，共同的前进。所以呢，社大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，有温暖的志工的加入，还有我们老师、学员，还有我们行政人员，我们共组一个大家庭，为社会共同的奉献。所以呢，我们的社区大学一直都在发展当中，我们每年的志工伙伴人数都不断的增加，也因为你们的口碑相传，
让社大得以在各地方继续的萌芽发展。社大因为有你，因为有我，因为有我们的共同付出，所以全国的社大总是不断的成长，一直的茁壮。社大的成长与茁壮，感谢有您的一路扶持，谢谢您。也是